我飞来啦！Good morning！现在我在 Bidadari 这里，这里也是有一间三房式 BTO，新的政府组开工了，我们上去看一下，Let's go！好了，我们来到了这间 Bidadari 的三房室，现在有好多师傅也来到了我们的大门口。一进来，右手边这里是防空壕，这个防空壕三房室的当然是稍微有点小了。好，再往里面走，这里这副墙已经给我们敲了，因为这个厨房有点小，把它敲了，看起来显得会比较大。这边呢，前面这里呢是客厅了。你看，全部的电的师傅到了。这个厨房真的是超级的小，你看这个墙壁一围起来啊，这里啊只剩下这小小的空间。然后我们把它给敲了，看起来会比较大嘛，对吗？要不然这边里面你看，这个晾晒衣服的，他们把它拆了。洗衣机应该是放在这里，这边也是做一些煮饭的。然后这边外面呢一样，标配来的晒衣架，那呢对面就是那个放那个空调机外机的地方。这边出来两个房间，这边是第一个房间，我们也把它的那些partition wall也给敲了，因为它换了那个格局。往里面走呢，这里就是公用厕所。公用厕所今天师傅也是要粘砖啊，这个啊，我还听歌。然后来到这里呢，这个是主人房了。主人房也是很小，看起来其实因为你看我们从这边这样看，那门口我们跟他敲了嘛，那鼓枪，你看这边进来只有这个位置，还有一个这样走进去的厕所那里，厕所现在这个师傅在粘砖，我们就不去打扰他了。大小都差不多一样了。哦，因为外面的这几个呢，就是做电的，今天会来把电给拉了，搞定了。今天来拉全部的电啊，敲出来了。So today you are here one day. Yeah, one day. Finish. Then go. Then after all complete, again coming up. Oh, okay, okay. Ayah. Okay, 因为他们里面在做电跟做砖，这间是一间三房室，大概是69平方米，因为这个坐落在这个Bidadari这里嘛，这边的房子稍微会比较贵。那时候有拍了好几间嘛，在这附近有一间也是我朋友的，大概40几万呢、啊。以三房室来说，在新加坡40几万是算贵了，可是因为它的地点好，这里地点真的是很好，吃啊，公共交通啊，什么都很方便，全部都外面在这一带，还有好的名校啊，也是在这里啊，很多人很喜欢啊。好了，这间我也不去打扰他们了。今天这间就介绍到这里了，等他装修完了，那个设计师是 Terence， 我会跟他一起来再重新的拍一次给你们看。 OK， 拜。